指定一位异性进行猜测和公开，先选一个吧，班长指定行不行？好，行。好，这个指定也有说法的，看指定谁。哦。那我的室友错错，你看他们两个最先猜对方，有一种火药味。那我来吧，就直接放哈。好。打开柜子，厨师，该不会是录音师之类的吧？这什么工地吗？建筑工人。我觉得你拍的跟我的有一点像哎，都是噪音是吗？啊，差不多。砖头的声音，我觉得你是个艺术家。我其实刚刚听到那个声音，我就感觉到像是就是做工艺品的声音啊。然后到后面的话，感觉声音就越来越多，我感觉是挺复杂的一个工程。哦，所以我还是认为。就跟房子有关系，设计师啊，室内设计师，工程师，不对，你猜了吗？你不知道，就是房地产运营。太年龄了，96 90 94 92 92。那就该我指定一个是吗？那就那个吧，那个中中吧。中中是值得被了解的，不是吗？那就那个吧，那个中中吧。给你们放一下，好，我应该把我留到最后的。不行。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品或者展览会的就策展人之类的。要仔细听。潜水教练。海豚。金鱼。生态艺术馆。哦。都是大自然的声音，不是动物。对啊，就是大自然的声音，这是动物，这是鲸的声音。不会跟动物园有关吧？嗯，没有。我觉得你是个艺术家。每个人都是艺术家。
那个声音其实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，催眠。哦，你是做那展的吗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我是一个非常好哇。可以啊，年龄呢？你们猜吧。撑死20。我觉得他这猜对了，94。啊，好合拍哦，他们两个，工作属性挺配的，94，26岁。耶。那我。比较想知道你的，我心中有一个答案。我也有一个答案。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想的太简单了。他是广告公司的总监或经理级别的家族企业。中国动漫广告，广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猜吧。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鼠标。剪辑师吗？哦，合成。嗯，对。也不沾边吗？沾。游戏公司的，创始人。哎，不对。游戏公司对了，游戏公司对了，游戏设计师。对，你觉得是游戏做游戏的？游戏师吧。你为什么觉得是我是做游戏的呢？我很好奇。因为你很爱玩游戏，而且你又学的是游戏啊。没有，我只是自己喜欢而已。我觉得你是一个艺术家。这种文艺出品方的那种，新媒体的公司专门做短视频啊。开了个公司做老板，蛮好的，潜力股。厉害。我觉得 MCN 是很棒的公司，而且我真的是身边有很多人，因为
好像成都现在就是对整个的市场那个氛围特别好。嗯，就新媒体相关的事业，包括很多游戏公司啊，对很知名的那些，还包括就是 MCN 的很多公司啊，很新起来的一些产业或者是项目或者是公司，都在成都生根发芽。猜年龄吧，年龄，90，89，92，90。你呢？91。91。99。89。我这我也觉得89很难说出口的那种。89。再见了，朋友们。91。91啊。那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年纪都还差不多，感觉不一定，我感觉他可能有点